Terry 精心准备猛男求婚秀，竟被阿桑搞破坏。本来想说在那个雪堆当中，我想要全身脱光，剩泳裤，拿结婚戒指跟他求婚。我已经在准备要拉拉链的时候，然后就突然旁边阿桑，Terry 啊，你来家吼，啊你来家镜头，被掉了，所以就那一次就错过了。